接下来我们要看杨琪拍摄的花絮。啊，这么狠哦！啊，这样也狠啊，这很一般哎。真的吗？还比他更猛，还有更猛。真的吗？好，我看。谁的鸡鸡吗？对嘛，是鸡鸡嘛。一到现场就开始解释其他人拍摄的成果，看来杨琪真的把这一次比赛看得很重呢，不让他拿个冠军看来很难收场啊。志在必得的杨琪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我要拍男性杂志封面啊。好，下一个来，太棒了。坐下。哇塞，妖兽啊，怎么会人在摄影棚脱光光？哦，天哪，还是杨琪呢？好好好，舒服一点，好好好。哎，哦，一拍完连衣服都还没穿，就急着要去看拍摄状况，摄影师的压力真的很大呢。你看看在挑照片的两个人，哇塞，好 close 啊！究竟杨琪能够一雪前耻夺下今天的冠军？咱们回到现场。抱着重点啊，那还是裸的啊，总该老师太习惯了，而且你只要就是一个忘记就哎呦，我觉得那一张，然后就开了。天人当时有吓到吗？不会，因为习惯了。他们就习惯了啊。可是是你叫他脱的，还是他自己要脱的？没有，因为他原本你看穿一个那个很可爱的泳衣，我说你要拍吗？真的要拍这样子吗？我说你自己决定。他本来就要全裸的。嗯，他本来要整个裸背的，我说我本来就是要说背裸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要老师希望半侧。老师说，我跟你讲，你只拍背哦，我跟你讲，背没有线条，背不会好看。那他就激怒了我，激怒了我的怒火，我的怒火就更往上一层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我拼了，因为我看到他穿 bikini 嘛，我说我有 bikini top， 那如果穿 bikini top， 我就可以半侧，我就不会怕。就老师就。对，老师真的很厉害。老师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这个比基尼太强了，他看起来很逊，会输。那如果你愿意脱，就会赢，你自己考虑。”我没有在讲，就类似，你有类似，你就是其实他的同样，我要强调，其实他身材很好。我一直强调说不应该拍背面，他一直要拍背面。这个事情万一无法为他争取到拍摄封面的话，你们就会再碰到我啊。怎么样？其实你也可以跟人家去宾馆，这样可以上周刊的封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周刊，我就是要你要有质感的那两本杂志。还有我，请看呀！哇，美耶！而且有骨沟吗？你露很多耶，很多啊，这样好看耶！哎呦，我觉得很成功。真的吗？这很漂亮，这也是我追求的。成功啊，不是很漂亮、啊。你们在摔东西吗？很好啊，摔小男生摔东西，是有人摔东西吗？你有没有觉得？气到摔东西了。他在那个郭慧颖旁边，就显得他的线条比较好，对，比较。可是他背部的凹槽，那个老师也是有帮他画线，是不是？凹槽那个没有没有，背部还有一个缝缝哎，没有那个没有，那个我一直都有，就是你天生的背是不是？背缝本来就。而且其实我是说真的，我。对不起，我真的，我对于今年我一定要拍到男性杂志，我发誓，我是真的很认真。我为了这件事情，我重新又去做瑜伽。OK， 我开始做瑜伽课。真的郑重的拜托男性杂志赶快找他拍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了。你有变瘦吗？啊，你为了拍有变瘦是不是？我有，我没有，我有让我自己变 fit。对对。所以如果今天未达成愿望只有郭慧妮跟杨琪的话，这两张比起来杨琪应该要先拜耶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拜托你们给我机会，我讲不作数啊，就是要男性杂志们。没有，你不是认识男性杂志的总编辑，你就拜托他一下。沈东还要在那边急沈那样，可是这集播以后他们都会不接我电话一个月说啊。没有那么脏。哎，我为了这件事情，你看我去上瑜伽，而且我今天在你们的整个录影的表现，你没什么好不拍的，真的没什么好不拍的，都很平衡，而且可以控制你的音量。对啊，我当然可以啊。你这种背还有什么好不拍的？漂亮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没有看过这种背哎，我没有看过这种线条，吓我一跳，真的。你说出于奇观的原因吗？因为
对，我没看到那么凹的缝缝哎。OK， 找他。没有经费的话，我给你出。是因为不想出，他一定想脱离我。对，因为他就会一直接二连三，对，我会一直来袭击你们。我觉得你有带来惊喜。真的吗？对耶，好开心，谢谢老师。今天这几样当中他的惊喜比较大，我觉得 Dolphin 这个算是表现范围内的事情。小凡的可以下次再厉害一点吧，其实已经到巅峰了。对啊，而且他至少你说他接下来就是走下坡吗？为什么？不是，至少你已经打败人鱼啦。对。然后郭慧妮，我们要等着看他接下来的，因为你还有很多 pose 可以发展，你还有很多表情没发掘出来，我们继续发掘。对，对镜子好好练习了。好，好，辛苦你们大家，谢谢天人哦。谢谢。